其实我们已经学了20多课了，刚才我们已经学了好多东西，但是我们有看到大家整理的表格哦，我也没有看到你们整理的句子和单词都学了多少。没看，再次看看啊，21课学了多少？有智力啊，很卡。我知道，我今天这里不太好，一直下雨，刚才还没电。你写自己本子呀？很卡吗？怎么办？从早上下一直下到现在，可能是网不好。你那里也卡吗？是台风啊，我说呢，怎么一直下？勉强能听得清，搞的，我也没有办法啊，这个网。耽误不是能影响我们的学习吗？这个卡。好的，那学习了。首先我们来学一下萨摩地。萨摩地上半句我们学了，下半句再看，在这一句里面呢，他说了，人们呢总在那里要去做这样的实验练习啊，那样的。练习啊，干什么呢？为了让自己好，离生死。但是呢，他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再跟他说一下，为什么要找到根源呢？大家都是这样啊，都认为心挺好。如果不认识这个的话，你打出来了，心挺。这个 thinking 就是认，那所有的人呢，不是去练瑜伽的也好哈，或者是去诵咒啊，或者冥想啊，他们以为找到答案了，thinking found 这个 answer 找到答案哈，就认为 you 就是他们啊，一样，have found 他们两个连在一起呢。是一种时态。那你每一次看到 have 和这样单词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这样翻译的哈，就是已经找到，已经找到。那后面我们学到这样的时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为什么会翻译成已经？那么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 the answer 答案，就是他那个生死的答案。他以为可以找到，好，找到什么答案呢？你看，他们认为找到了，其实并没有找到哈，这只是个人认为，thinking，就是自以为是哈，thinking，你自己以为找到，那这样的话就惨了，不是答案，你认为是答案，那就成了问题所在的，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哈，没找到答案，你认为已经找到了，那 is the problem，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为什么是问题呢？这句话解释一下哈，因为你找的答案是什么呢？in 是在某某当中哈，在什么呢？在一些哈。在一些，在这些可以外在的形式，因为你找到的那个答案是外在的形式，它不是你要的答案哦。
那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呢？因为他无明啊，他认为自己找到答案，就乐此不疲的在那里做那些事情，他认为可以远离生死，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因为他们找到的都是外在的形式，你练瑜伽的也只是练一个形体而已。诵咒的，你诵的那些咒没有让你离开生死吧？发音都不对的吧？应该是，还有冥想的，你想的那些，没有按佛所说的那个哈，智慧呀，或者知见的去思维，你冥想，你在想你怎么能脱离呢？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只是注意这个外在形式了。好，这句话的意思明白了吗？明白的意思，我们就开始读哈。好的，看到小菊好像这几个词都不太会，是吗？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叫 thinking，其实不加 ing 的时候叫 think，加上 ing 叫 thinking，thinking，have found，这个答案是。Answer，外在的是 it，这是什么呢？为什么把这个 t，我在这里标注了一个颜色呢？因为它那个，发音里面呢，它就不念 t，它得发成什么音呢？有的，有的。二，后面是 no，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它没有发车。你查一下，你那个是发的车吗？我这里发的是的 ik 的 no。的是吧？哎，好的。那下面这个词呢是 for，还是那个形式，不是 from 哈，是 for。这个问题 from 了，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学的问题。好，这几个音标我们小徐已经打出来答案了，你大家看一下哪一个还不太会的，说一下。The activity is being answered some external form.还有哪个不太熟的指一下，我再单独教一下。还是都不会，都不会的话，再从头读一下啊。都不太会吗？好。我说，thinking，thinking，found，external，external，external 是重音啊，external，problem。Problem，会了没？还是哪一个还不太会？听不清？哦，好，热水。老师好，请问听见吗？可以的。谢谢。Thinking。Found，answer，不对，exter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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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rnal. problem，problem，
problem。热水读单词还挺快的啊。好，文书我会啦。好，我的文书是把酒读会了。哎，有在后面的小菊。哎，到底是哪一个吗？老师您好，好，好，我来，练习一下 ，thinking， found， external， problem， 好，谢谢老师。文书好，师傅可以听到吧？可以的。好 ，thinking， found， answer， External， problem。对，很好啊。嗯，其他酒呢？没啦。哦，真物。好，好的，听到。嗯，我来读一下。thinking。I found. Answer. External phone. The problem. 那第一个怎么读的？ Thinking. 啊 ，thinking 哈。嗯。嗯，天光。老师好。听到。我读一下 ，thinking。Thinking, have found. The answer. External. The problem. Problem. 对吧？哎，problem, 是的。The problem. 对吧？好，谢谢老师。好的。酒啊，春灯。老师，我试一下。Thinking, found, found, answer, 还有 external, problem. 好的，那单词差不多了哈，我们把这句话一起读一下，咱们先一个来找一下有没有要连的地方哈。Thinking you， 这 you 呢可以。读弱读哈 ，thinking you， 或者你说我不行，那就 you 可以吧 ？you 不是业务哈，是 you， 舌头不要往回缩哈。thinking you have found the 这个的可以去掉 ，have found the answer
inside, external, from, is the problem. 哎，这里面呢很少哈，这几个。那么我们一起连读一下，听慢速的。Thinking you have found the answer in some external form is the problem. 好，再读一下哈。Thinking you have found the answer.In some external form, 我怎么读错这个 ?External form in the problem. 看清楚哈，不要看成 from. 好，还有哪位会读的上麦？说谁？啊，老师，我先来读一下。好的。Thinking you have found the answer in some external form is the problem. 嗯，好，对了，就是那个 you, 不是 you, you, 那个舌头不要往回来哈。这是我们的通病，咱们改一下。啊，钱老师再读一遍。这个 you, 你不是说 you 吗 ?you, 你注意一下舌头。you,你的舌头一开始在前面，后来又缩回去一些，又缩回去了吧？哦，我再来感觉一下。然后你这个，如果读的话，你那个舌头不要往回缩，一开始那个又还是那样的，舌头还在前面。又我就又回缩了。好，我再练了。哎，要练一下哈，因为我们通病都是这种，要再练。好，真物，师傅好，我来读一下。Think you have found the answer in some external form is the problem. 好的，小菊，好。Thinking you have found.The answer in some external form is the problem. 哎，感觉你舌头搞断了哈。感恩老师。没有往回缩。嗯。文书。哎，文书啊，我怎么又关掉了？我啊，现在听到了啊，我重读。我刚才以为是开的，我按了一下就把它关上了。哎，惭愧，惭愧。Thinking you have found the answer in some external form is the problem.还不太熟哈，再练一下，没问题。还有酒吗？天灯，老师，我试一下。好。Thinking you have found the answer in some external form.Is the problem? 还是要再读哈。读是会了，就是太陌生了。下面天光，老师好，给我一下。Thinking you have found the answer. Thinking your headphone. The answers in some is
Stressno. 不是几个啊 ,Sterno. Sterno, 是吧 ?Sterno. St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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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Either problem. 我再读一遍。好。Thinking your head from the answers in some external form is the problem. 那么闲的时候把它写下来再练习读哈，应该会读。焚书青灯和天光三个在练习读哈，那么会读就可以。那要背的是这里，要背的是哪里呢？定义 definition。 昨天我们学了前面的一个话，就是说在这个章程里面呢，没有那个相反的意见，下面这些定义就是大家认可的，就必须按这个来理解。好，那既然我们没有相反的意见出现，所以这些个定义我们以后看到了就是在指这个。它都有几个定义呢？首先它定义了一个什么叫 act， 如果在章程里出现了 act 这个词，它就是指下面这两部分，这两部分哦，这就是它的定义。每一次提 act， 一个就是指 the Associations Act， 就是本协会的法案，我们副会长教的那个法案，2003年那个法案哈。那么它还指什么？它还指 regulations， 就在这个法案下制定的规则，还有其他规则，依这个参照这个法案制定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参照法案又制定了一些个其他规则，又不违反法案，那个就叫 regulations。 所以在我们章程里一旦出现，它就包含两部分，一个是原本的那个 act， 一个是依据它又制定的规则。就这个不够细致，我们再制定一些细的规则，那就依据它再制定。明白了哈， act 指的两部分，原章程原法案，还有依这个法案制定的章程。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读 act， 我们的定义是，那你可以解释成法案，我们的意思是，也可以说法案我们定义是 the Associations Act and 和 regulation， le 重音 regulation。 那这个 regulation 它要说明一下，在后面来说明这个规定是依谁制作的呢？制定于啊，就制定 made， 依谁而制作的呢？是依据，也就是说从属于Under， 从属于什么呢？ The Act， 也是依据这个法案制定 Regulation。 Under 从属于或者依据 That Act， 就刚才说的这个 The Associations Act， 依据这个协会法案制定条例和规则，两部分哈。好，这里面应该是没有单词的，那我们就看一看这句话读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点啊。 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s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at Act， 这里可以省一下哦。 ActMeans the Associations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at Act。 有印象了吗？我们学过的是吧？现在
谁会来读一下这一句？就法案定义是什么呢？好，真务。我来读一下。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 made under that Act。哎，很熟了哈，听得有点熟，学过嘛就有点熟哈。嗯，听灯。The Definition 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 made under the Act。嗯，熟的读的熟哈。那前面三摩力太深了就读不熟，哎，这就是熟能生巧。好的，嗯，下句。好，谢谢老师。Definitions 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 made under that Act。哦，对，多了个太老了，是我，惭愧。那你重读啊。好，Definitions 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 made under that Act。 谢谢老师。文书。好，师傅，来试着读一下。 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And that 好哈，天光好，嗯，好，老师好，我读一下。For definition, for definitions, a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t, and regulation mean under that at。Made 啊，不是 made 好，嗯，也是比较熟练的哈，嗯，若水，很惭愧，我不熟悉，我先试着读一读。好的。For definitions, 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e Act。不熟悉还读得挺好的哈，你前面没学张鹏是吗？没有。哦，那现在学了正好可以熟练一下。谢谢老师。哎，不熟的也能读好哈。好，那这是我们在第四条定义里面学的第一个，什么是法案啊？法案就是指这两部分，后面还会有其他的定义，我们每天学一条。那么明天呢会检查大家哈，如果我问哎，法案是什么意思来着？怎么定义的呢？你要说出来啊。那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如何让我们快速的把它记下来呢？你可以这样去记哈。其实最主要的部分呢，就是这个 act means。你看，主是不是很清楚啊？主谓你先找到了 act means， 找到了吧？两大块。那宾呢，那就两块了嘛。他说了，这个 act 定义为 the association and regulations， 就这两大块，一个是协会法案 act 啊，还有个 act 啊， the associations act， 还有一块就是 regulations 规则。那这个规则是依据什么定的呢？就是 made under that act。这一块就是解释这个 regulation， 像这样子去划分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记下来了呢？你觉得容易记吗？首先找主 act， 动词谓语 means， 宾语是指哪两部分？一个是 the association's act， 还有一部分是 and regulations。让人家问呢 ，regulation 是从哪里出来的嘛？也就是依据 that act made 制定的哈，就 made under that act， 这样就有利于你去背了。先把主谓宾背了，
然后再背那个我们说的定语。先侧面理解一下啊，它就是定语，限定这个 regulation 是从哪里来的。好，那么看看这个大家能不能读下来这个完整的句子呢？先把主谓宾三大块背下，然后再解释其中一块，可以是吧？嗯，谁来看看这个图，读一下？师傅过来。啊。As mean,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 made under that Act. Yeah. 下去。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e Act. 嗯，这就是句子结构哈，也能读下来，也知道结构了。好的，那么下面是文书，我来试一下。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 under an Act.好的，那热水。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the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e Act. Yeah. 天光。老师好，我读一下。Ac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e Act.Yeah, 也是很熟了啊，请登。It means the Association Act and regulation made under that Act. 好，大家印象记住了哈，主谓宾，还有其中一个 regulation 的限定词组后面，在后面跟着它。好的，在后面跟着它，用在后面哈。他们常说的后置还记得吗？嗯，没事，以后我们在学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附加的一些小叶子，它在后面呢我们就把它放后面，它在前面呢我们就把它放前面哈、哦、然后就知道它是修饰部分就可以了。好，今天这个章程我们学了一个定义，就是 act 怎么定义的，学会了哈。今天简单的语法是前面学了主系表，大家都知道句子类型，学完那个主系表，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主谓宾。主谓宾分三大块的时候不要分那么详细，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三大主语谓宾语三大部分，大家看是不是很清晰？前面 I like 什么 I need这个 need 需要，我需要啊。今天就学再学一个动词，谓语动词叫 need 的我需要。那前面的主语只有个 I， 当然了，你也可以用 you， 我们学过的 you I。宾语你可以用 this coat， 也可以单独的就是 I like this coat。就我喜欢这件 coat， 学过的是什么来着？学完了，哎，外套，是的，我喜欢这件外套。那么如果还用这个 like 的话， I like a new coat， 一件什么 coat？哎，一件新的外套，是的。那如果还用这个主谓宾 I like a new watch， watch 是什么？一块新的手表。哎，还是它的话就 I like a new hat， hat 是一点新的帽。好，那如果说我这变了 I like
two new hats. I like two new hats.两顶新帽子哈。那今天呢，我们不学那么多，只是看看大家的反应能力。今天我们只学这么一点点入位音。那这是我喜欢。那如果说我需要的话呢，那就是 I need this coat， 我需要这件套。I need a new coat， 我需要一个新的外套。那 I need a new watch， 我需要一块新手表。I need a new hat， 我需要一顶新帽。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就是多了一个单词，一个 need， 需要，一个 hat， 帽子。大家应该把这些背下来了哈。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说 you 可以吗？可以 ，you like， 或者 you like， 或者 you need 都可以。我们为了区分主谓宾，所以呢，就只用了一个，划分三大块。好的，在这里面我们再学两句话哈，哪两句话呢？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 good morning， 应该是知道什么意思吧？Good morning， 上好。读的时候把这个的去掉啊。Good morning， 好，下一句就是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Welcome， Welcome， 欢迎。哎，是的。那以后呢，我们去到哪里哈？假如说我们过去了，过去以后我们一起在那里逛商店去了哈。在逛商店的时候呢，我们是早上去的，上午去的，那么人家看到我们就会说，哎 ，Good morning， welcome， 那咱就知道人家在欢迎，是不是？那我们也要回应一下呢，我们也要回个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逛商店，人家说 Good morning， welcome， 我们说什么？哎， morning， 或者是 good morning 就可以了，或者说谢谢都可以的。嗯，好的。那假如说人家说 Good afternoon, welcome， 我们回什么呢？我们下午去的。人家说了 Good afternoon, welcome， Good afternoon 啊，好。那这时候呢，店员会问，请问您需要什么呢？那应该说什么？假如说你想买一块手表，那我问你了，我现在店员哈，请问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什么？那你要怎么说？哦，请问说 I need a new watch， 耶，棒哈。那下面我们来演示一番哈，到店里去。现在基本上都会有谁上来一下？老师，我来。常说人家问你你需要什么？你说你需要一块，不是，你需要一个新的帽子。I need a new hat， 帽子 hat。对对。啊，假如说人家问你，你想要什么呢？那你说，你这样说哈，你说我喜欢这件外套，我需要一个新外套。
I like this coat. I need a new coat. 嗯，好，不打了，下去吧。下面是天光。没事，请你问我吧。假如说人家问你需要什么，你想买一个新电脑。I need a new computer. 假如人家问你需要什么，你说我喜欢这个照相机，我需要一个新的照相机。I need a new camera. Camera. 是吧？请问听到吗？回答对了吗？我再读一遍 ，I need a new camera。还没完整是吧？人家都听懂。什么？大家都听懂，你自己还没想好，想想。我想 ，I need a new camera。不对吗？老师对吗？我喜欢。好，我该我听不到。好 ，I like a new camera. I need a new camera. 还是不对啊！我说我喜欢这个照相机。好。I like this camera. I need a new camera. 谢谢。对，后面，这次才对。下面是小菊。嗨，老师。假如问你要什么的话，哈，说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帽子，我要一顶新帽子。哦，我喜欢 ，I like， this hat。I need a new hat。嗯，好的。那如果说我喜欢这块手表，我需要一块新手表。I like this watch. I need a new watch. 你考倒下面。谢谢老师。换一种考，你说换考法了哈？说好。那听一下 ，I like this computer. Need， 我喜欢 computer 是啥？考倒了，哎呀，考倒了。昨天说的作业，今天没做，考倒了。昨天的作业，昨天说了学了多少单词，把它整理出来。我昨天没整理完，我还没整理完是什么？大家已经说了 ，computer 什么呢？是啥？电脑。哪天对着电脑还忘记电脑？你说说。刚才天光师还说了一遍，我猛的一下就想起来 ，computer。我是新的是吧？我没听清您那句话。
I like this computer. 我喜欢这个电脑。I need a new computer. 我需要新电脑。我需要一台新电脑。对，那现在再说了哈。I need a new camera. 我需要 camera 是那个照相机是吧？我需要一个新的照相机。I need a new wallet. 我需要一个新的照相那个手表。Wallet. Wallet 是什么？我以为是 watch 是手表。Wallet. Wallet 是什么？想不起来了。作业今天都没有交啊，所以我都没看到你们整理的单词。哎呀，都一点点印象都没记住。这么慢还没记住的话，哎呦，都不用不能不行了啊。哦，中午整理了吗？开始。我要自己整理，我要自己记住。可以参考师傅们的那个。中午整理的是纯英语，你可以整理你的一个就是一个单词。对，我要后面双语，对，我后面要有汉语，而且还要有音标。好的 ，wallet 是什么呢？哈，有人提示了，说钱包。哦，钱包，好。哎呀，这么重要东西，就是啊，保一下。好，考倒几次？今天被考倒好几次哈。我都被考到啊，我愿我都能改正，都能记住。这个单词学过以后一定要记下来，这个慢速的语法应该要记得哈。好的，下面还有酒吗？我看一下。还有酒吗？没啦。赶上啦。那全上了啊，真我好，真我我打九，但是我想过了一下其他的，那个刚才我整理的那个表啊，就是那个一般疑问句的那个前面是系动词，然后这后面都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写，后面还是原来的顺序不变，就是把主语和系动词、就是、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就是说前面是系动词，后面是主语，然后再定语，再到宾语，对吗？他们都是不变的，其他的都不变。好，我不知道，我不懂是什么，我不敢写。是这样，不是我们就学的时候就说，就他俩换位置，其他不变吗？好的，好，明白了。谢谢师傅。还有酒吗？没有了吗？没有了哈，没有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主谓宾你会找了吗？如果会找，那我说一句话，大家把它的主谓宾找出来哈。I need a new wallet. 主谓宾。天光久了。老师，我能说吗？能说呀。好，主是 I， 谓是 like， 宾是。刚才，请问你刚才你说什么呀？又没听到我说什么。我有听过，然后我打九，我忘了。哎呀 ，I need a new wallet。好 ，I 是主，所以。Need 是谓语，那个 new wallet 是宾语。
不要打一个九就忘了哈，好玩，一个打一个九就忘了这个。好的，这叫主谓宾哈。那个谓语呢，它是加的动词，不是 am is are， 那都是谓语哈。当然了，系动词还有其他的，那我们后面会学到哈，好几种，不一定都是 am is are， 它是其中一种。好了，那么下面我再说一句话，你再挑一挑主谓宾哈。I need a bald head。这次不说 new 的了。I need an old hat。我来。好吧。I 是主 ，need 是谓语，宾语是 old hat。old hat 啥意思啊？是旧的帽子。啊，没考倒，不错。那如果我说 I like a black dog， 主谓宾。听过，好久又忘了吧？这次我忘。爱是主语，然后 like 是宾语，不是 like 是主语，不是爱是主语 ，we like 是谓语，然后black dog 是宾语。嗯，一直没忘啊，不错，下一个。I like this big cat. I like this big cat. 主谓宾，赶紧的，好，又天光啊，又久了。是。忘了没？没忘。I 是主语 ，like 是谓语 ，a new a red big cat 是宾语。这个是啥？我喜欢一个红大红帽子。什么？错了吧？我喜欢这个小猫。啊 ，cat 是猫，我忘了 ，cat 是猫。它好。前面有个 red 吗？我怎么翻译？你给我翻译过来的。我喜欢这只小猫，你翻译过来。Oh, cat， 那是 I like a cat。I like a cat， 小什么 cat？ 那这个呢？这只？这个是 this。I like this small cat， 是吧 ？Yes。那你再把主谓宾分析。主语是 I， 谓语是 like， 然后宾语是 big small cat。哎 ，this small cat 啊，是的，这个句子可以变化好多的哈。好，还有一道题哈，争取大家都能把它答出来。比如说，我说 I like a big house。哦，又是天官，这酒很快哦。听不到啊？现在听到吗？嗯。好，就是 I like a big house， 是 I 是主语，谓语是 like，a big house 是宾语，我喜欢一大房子。嗯，对了，你这次对了。好的，啊，主谓宾会了吗？如果会了哈，那么今天我们又学了一组句型哈。嗯，作业不要忘了哈，作业不要忘了。主谓宾今天学的很简单。再一个就是今天学了一句章程 ，at the associations act and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at act。一定要把它背得很熟哈，就是这句话。那么下面会读的是这句哈，认为是什么呢？
thinking， 你要把这些个单词都给它归类在咱的表格里面，至少咱们要学会这些个单词。那你每天抄几个单词啊、哦？我今天又学了四个，我今天又学了五个啊，都放进去，你会发现你单词的数量越来越多，那后面不会再忘了哈。好，今天的作业背 at means 什么？还有主系表和主谓宾，你分清楚了吗？那时间到了，今天就下课了哈，记住交作业哦。还有那两个表格哈。